我是一棵树，根在大陆，干在台湾，枝叶在爱荷华。呀，现在就是在这里了，你看。我的一生不是那么顺的，但是都跟个外资有关。在台湾，我是外省人，而在台湾的外省之中，我又是个外人，总是外外外外外。作家总是在外的，因为他必须在外，他才能看到里头。他不可能，他是搅到里边去，他需要一个 distance。我想，最可贵的一个事情是。他们不是在 run 一个冷冰冰的 academic program， 这里面是完全是人的来。The job of the poet is to put into intense language those things in his life which move him intensely. It is not.